Thank you.
개최 못해. 밖에 신발 개최 帮我看看我十来个位置。你是十二A呀？你是不是十二A？哎，对。这个。十二在最头上。在这里。我出外头。可以。我们一进来就是。在那个。哦，还是在十二。嗯。在应该在那头。这也是啊。嗯。现在已经进来了，算了。走吧。 我还不想过去呢。过呀。那不是不能过。我不是想。我看，你是三，我是三，我是三。三。还得是钱。我有个箱子，你装里面。 好吧，谢谢。
팔면 해야 되죠. 那是他妈的身，哪儿呢？牛姨妈的身。 请您随身物品，请。
他叫我带他，星期四他叫我跟他爸妈妈一起干，我们两个人。不用说，他妈的生日。那个应该过期了，过个屁的期！一七年三月，一七年三月，啊，不不不，一二年三月。晓得他要过什么的，星期四是刘姨的妈妈的生日，他说你跟我的爸爸妈妈去，明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二，明天星期三，以后星期四我们都在香港。我们星期四的星期五的过，是星期四的才从那里过来。响铃了，响铃就要关门了。这十二呢？关个鬼！鱼等了的。箱子放哪？怎么做的？我都把箱子放哪？怎么做？大一点，大一点几？嘿嘿，站都行，站两个都行。那个绳子放哪？放到东边这里东西。绳子放到那宽一点的，就是。哟，都不好说一声，我们商量回去。等一下，这边看一下。随州9:13。准备好的家属。哦，我的票在。没有。
那大家这边看一下。来查票了啊，麻烦给我留个车票拿下。好嘞，马上。好的，坐好。好的。来，妈妈这边车票拿下，查票了。车票看一下。面条。好，需要办理，张补票出去都可以办理啊。来，妈妈这边车票拿下。那就好了。有些沙漠地方的户籍是晚上到了5:20那个车子。
安琪，到点了呀？啊，到点了。这一个人说啊，自己待着还闷闷，待着还恐怖啊，你这哈当的。好。好的。给我那个包一封，那个翻一封。喂，郭姐。哎，郭姐，你好。发呀，我着急的不得了。发货的计划我应该全部发给胡老师了，我都是在高铁上，我还不知道。应该是不能超过1.05米吧，超过1.05米了我就收货。好，现在就是可以。10那个820的什么时候可以发呀？近2-3天时间可以出来吗？好，你把它搞出来了，这两天要把它发出去的了。本买的全部，今明两天最好是全部把它发完，好不好？全部的。只有2车了呀，行了，你反正就是有的话就把它售。应该是他的计划做的，你反正就按照我的那个全部把它开出去。行了，三个车，那你就把三个车全部把它开出去。好，有70车，至少今天可以开2车了，就把这些全部开出去算了喽。行，麻烦你。
12-12 乘客请往里走，照顾一下后面上车的乘客，谢谢。
我们还是怎么对到我进来几乎他们在那一点我不敢在我是在我是在家里我在做东西然后进来几乎大概估计你这样估计他不见到点我们在我做进来真的啊刚才我们在这儿他们做进来我们打电话的我带我们到警察局里到护站呢现在来小短的就能到护站呢请乘客主动刷卡投币本车不设找零币欢迎乘坐十六路公交车本线路从西火车站开往老火车站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请自觉投币谢谢合作下站到达站前到达有下车的乘客请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哦，现在暂时没有哎，那人都很紧的这边也，我看吧，如果有江苏这边的，叫他过来吧，好吧？啊，哎，江苏那边到时候跟你联系好了啊。哎，车辆转弯，减速慢行，请乘客们站稳扶好，注意安全。好几年了浏览招聘随车站飞行站前大道到了免费找好工作酒窝3816896联系西来报道有无临时乘车请保管好随身携带物品乘车中请注意安全车开了下站到达熊家村知识会计提醒您熊家村到了学会计来去严禁携带易燃料有毒物品乘车请保管好随身携带物品乘车中请注意安全车开了下站到达文化公园东两到四个人一台车，两到四个人一台车。十天之内包你学费，如果真学不会，再一到两天嘛，最多了。啊，出来，好几下，而且不管你什么样的技术。啊，我在空气站，我应该到哪个到站？我知道了。请自觉遵守交通在上面的轮播测试啊好嘞好嘞哎好好好
月的。师傅，现在有下的？我毛估计给关在后面。迎宾花园的人到了，看见了。看见。让我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那是拿的临时身份证在你那去拿，所以呢，不是在老家去办，因为在老家呢，上班。
Thank you.